留在这个舞台上的话呢，赶快拨打热线19001123005或 SMS B5 到71199。水里，在火里，我的爱不变不移。就算时光倒回去，我也追到17世纪。在风里，在雨里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，我绝对毫不犹豫，为你披上我。你们今天呢，很大胆的把你们最弱的东西带出来。那其实我跟你讲，其实你们唱歌有进步，和声方面你们也做得很不错。但是我觉得说，可能在唱方面的节奏感方面，可能还不太，还是有一点散。我看到很不一样的 show 啊，然后呢，没有想到像慢歌哈，还可以配合这样的舞蹈。啊，那个阿杜也可以参考。对你们来讲呢，我觉得考验是很大的，因为阿杜的个性跟 Soul 可以说是相当的相反。不过今天晚上你们除了秉持这个舞蹈动作一贯的水平之外呢，原来你们唱也是唱得非常好。谢谢老师。我觉得你们不但是消化能力很好，营养也很好。我决定等一下打电话叫阿杜下礼拜跟你们上课。大家好，我是Soul的第六位神秘团员。我们没有讲好，怎么会这样？莫非团体都会有共同的心电感应吗？感觉他们今天真的是表现的可圈可点，真的是很棒。而且呢，我个人的意见呢，我觉得今天主唱 Andy 呢唱歌的时候真的有一点点像阿杜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加入了我之后呢，他们的营养真的会好到一百倍。喝牛奶有益身体健康。来 Soul 对所有支持你们的朋友说几句话吧。谢谢你们。其实我们今天选的歌是因为要代表我们对我们的梦想的执着，还有我们的信念。希望今晚的表演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我们的真诚，请支持 Soul， 跟我们一起坚持到底。相信大家呢一定感受到你们的真诚了。喜欢 B5 Soul 的朋友，赶快拨打热线19001123005或 SMS B5 到71199，让他们成功晋级吧。评审觉得你们今晚的表演
跟以往很不一样，因为你们是以一首慢歌配合着出色的舞蹈一起来表演，整体的感觉可说是非常棒。其实你们的唱功一直都有进步，和声方面也表现得不错，只是唱方面的节奏感还不够紧凑，需要再加强。成绩马上就要揭晓了，记得了，如果你的格子舞台是亮起红灯的话，那就代表你顺利过关了，祝福你们。今日的组合，明日的天团，启动舞台灯光。恭喜 SOUL 顺利过关。能够成功的晋级，相信他们现在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开心的。让我们来听听 SOUL 有什么话说。 SOUL 恭喜你们过关了，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你们现在的心情好吗？现在真的还是很紧张，因为这个星期我们唱的是一首慢歌，所以我们来讲是一种很大的挑战，然后能过关真的很必须感激我们的那些支持我们的歌迷与朋友们。还有我觉得评审说了一个很就是一个重话，他就说你们的努力唱功有进步，努力受到了肯定，心里怎么样，有什么话想分享？其实评判所说的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，但是我们心知肚明，我们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，然后既然我们过关了，我们真的是珍惜这个机会，我们会加紧练习，下个星期见。好，那你们一定要加紧努力好不好，那呈现更好的演出回馈你们的支持者好不好？好，加油。谢谢。好，把舞台交回给 Belinda 健步。